哦，原来是你们两个人呀，吓死我了。欢迎来到决赛圈，我是智能裁判大东。现在这游戏的 NPC 玩家还越来越智能化了啊。那可不，今日我们的比赛不靠别的，就靠吃辣条。3分钟之内，谁吃的辣条斤数越多，胜利就属于谁。吃辣条？哼，我可是吃辣小王子呀。我也是小公主。那你们来吧，我最近有点事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一斤。哦。这位同学，你为何不吃？时间可只有3分钟。我让他一会儿。倒计时1分钟。10斤。看我干嘛？比赛啊！时间到。哦。我宣布这次吃鸡比赛的优胜者是肉肉。肉肉，你怎么这么能吃辣呀？那可不，谁让我是肉肉呢？佩服佩服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